Michael 叫人呢？为什么要躲我？喜不喜欢一句话而已嘛。你其实也喜欢他。我喜欢他。回答我。我有吗？你对艾莉的心其实已经悄悄转变了。是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会喜欢像我这样的男生？艾莉。Michael， 你在这边干嘛？说好同居，我来了。你住在这里啊？我家没有电梯哦。上来，我背你。你背我 ？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全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